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叫小帅，他副频道的订阅人数实在是少得可怜，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狠了，都还没订阅，我在这里拜托大家订阅，里面会固定更新直播及直播精华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即将开始。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工作之日，今天是12月4号，星期天，我们要去台北艺术大学那边，有个热心的网友，他有一堆的 A 书啊，不是啊，啊，好像是跟车子有关的汽车杂志哦，汽车杂志哦，他应该有收藏这个，应该还有收藏别的东西，比如说破碎结衣啊，什么山上的什么鬼的这样一堆，应该也有。所以问他一下，他有别的收藏，这次应该搬不走了，先看，如果他用不到的话，应该我们就可以去搬了。还是要用完？用完的可能都有点住了。可是那搬回来很麻烦。就搬回来嘛，啊，反正快过年了嘛，啊，反正年终没人发个基本嘛。是，好后面还有一些助手，你也看，跟咱两个老伙仔去搬了，又又闪着那种。我又已经闪着，又已经闪着。还有今天好天气啊，过去那边应该蛮快的。我们今天就开了一个，哎，你看 Infinity， 顺便试车一下。听说那边有养牛，然后好像有一届什么造飞车吗？你说飞机还是那种跑道的？没有，有些是哇，你有看飞出去啊，掉到海底那头猛的那种，那个都跌得很惨呢。干嘛你那么挑起我？这是什么？我一直想说，我说这椅子蛮软的。你还是对啊，你还是对啊，还好是摸到手嘞。男的，男的，男的，这边，这边，男的，看，真的耶，我们的，我们的。那为什么在这？为什么在这？啊，他住这边呢。你已到达目的地。看到有人在甩手啊，这么可爱的行为。哪里？哎呦，是男生啊，白痴啊。男的啊。阿呆喜欢男的啊。刚刚在抠你的手，你忘记了。行政大楼啊。行政大楼呀，这个很简单啊，等下随便找个妹来问就知道了。可是目前看起来没有，都是男的，你看。然后前面有个妹。那边啊，那边坐一个，在那边。那车子好酷哦！哎，你看 Sibling 呢 ，Sibling 真卡有照啊，变得很像那个异形的感觉。台山的矮骨，跟你说有牛啊，有牛啊，快点啊！要不要问谁可以去问？那边有没有？快，我问盲骨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行政大楼在哪里？在好，谢谢。在那个广场。要问馆长。广馆长。哎，这边天气很舒服。是这样吗？还是你看到女生你就觉得舒服了？看到女生更舒服，更舒服。刚刚你讲话好温柔啊，请问一下，你有男朋友吗？在那个广场。哈哈哈哈哈。人文观察在哪？观察。是被动了，对，他那边写行政大楼啊。蓝色是什么意思？没有。哦，不是，我们开 Lexus。没有了 ，Infinity 啊。啊 ，Infinity， 我们在行政大楼前面的。啊，是哦，所以我们要出艺术大学。可能是城市大学哦。吓我一跳！那你讲话开枪啊！砰！进多少钱啊？出来出去啊！继续往上。你是宿舍？看，小弟哥。看一下女生宿舍长什么样。这个楼梯，这个楼梯上去是女生宿舍吗？好可爱。蛮可爱的，所以要先出去哦。对啊，我要继续走城市大学，就走城市大学。对啊，我是带你们来看一下女生宿舍长怎样，小迪哥。他在蚊香，你看蚊香啊，因为你刷酷慢。你知道那天有一天礼拜六，他站门扫，他就说有一台没看过的车开进去，我们全部人都很兴奋，跑去看到底什么车。那什么车 ？U6。哦，应该是 U6。看我放下手边的电脑，然后冲出去看到底什么稀奇的车。我没有说错吧？我没看过啊。自己的车你都没看过？没有。之前那个什么？啊，对，除了那台，所以我没有说谎嘛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车，没看过。你弄我兴奋啊，我们家狗。哦，来啊，不，直接进去吧。您好，我有约一位总务处的吕先生。这对呗，对。好，谢谢。靠背哦，楼梯我们要怎么办？那个吗？
对啊，他可以上去啦。六宿舍，六宿舍，女的吗？男的，注意一下，等下阿呆可能会不会冲进去？我觉得没什么。女生应该就是比较刚刚都比较高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坐比较高吗？那男生跑上去就没力了。哎，看到那边右转上去有个天桥，hey, 比较好载东西。好，天桥。他说他原本是有收集超越跟车主，超越他已经不小心都丢掉了，现在留下来都是车主。啊，你都看过吗？这是以前高职的时候在看的，然后他超越的剩这几本。1999年。1999年，应该1999年。你出生？我3岁了。你3岁了？你3岁。很多嘞，哈。他说，几乎都是他从创刊到最后一集这边，都是。因为那车主后面就全看了。数一数。我以前汽车杂志也有记得。哦。这么爽、啊。还可以跟你说。全哦，铝圈呢？框。而且是油垢最下面有没有哦，你他用油垢已经让我上面油垢油垢对不对？我的产品都问好了，一定听不懂。那时候没有，我同事他说哎、欸、他不太想要整理，他问我说哎、欸、他看谁有没有愿意想要整理收藏，然后我就想到哎、欸、小事，然后就赖他哦，就看他有没有兴趣这样。你要比一下新的跟旧的泡多差多少？差多一本这么厚，对啊，可以抵2-3本。啊，这是月刊嘛，所以以前一个月要做这么厚，没有，以前人工比较便宜。那是我记得这后面有一大部分都是介绍新车，不然就是什么改装车了，没有。看后面这广告就知道了。它这是什么？很多啊，那并轨。风筒。全集是什么意思？公益车。别乱。对啊。看前凯迪拉克可以这么帅，看这么瘦，结果是概念车，它从就是从来没有出现，这是概念车，对啊，他写的，这看起来马上可以出了，还在研发，那我们有这一台这个啊，对啊，报废了，哎，我觉得另外把那米啊，到现在还是路上一堆，嗯，哎，你看像以前这种东西随便在广告，科氏哎，不是我，不是。科氏强力品质保证，比他拉机械整压，每日十加大涡轮，前后下巴，哇，以前才1500，看以前的价格是什么？1500，20000还含烤漆，含烤漆20000，特价20000，可是那我限你组啊，304带我的大包，5000块，限三大包是整个，对啊，我15000，好便宜哦。你看你这样就看到以前改车是怎么改，花多少钱，钱都可以改这些东西，强力离合器28000是什么 DOHC VTEC 160P 1800，一个已经38000。哎，他这边会有一个女生在这边看一下，都这样子都这样子。看以前广告蛮有趣的，以前有中古车啊，对啊，都放在这儿，这是我看多少钱？几年的？多少钱的？几 CC 的？什么颜色？这新车价吗？他要卖的价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当时比较贵啊，可是现在听起来就很贵。是啊。啊，你今年才贵你啊？1995。哦，1995。1995，你还没生。都双 B 耶。进口车比较多。哎，有新美啊，13万。这样算贵。你要看这个是几年的车啊？哎，刚刚那个是几年？1989，十年的，现在搞不好卖还比这个还贵。哈那时候卖13万，现在如果有还卖的还比它贵。水塞跟你妈妈都低嘞，都没变嘞哈。这个时候卖15万，会湿了。哦，对啊，哎哇，雅阁啊，现在如果整理漂亮，应该也差不多这个价。沙发。沙发。为什么？对啊，沙发真卖。是真皮沙发，15万。以前都什么都可以卖。改天去问他沙发。现在买应该就很贵了。全新到现在还没做。对，我想要野马而已。你是拿2013的？2013，野马刚刚上市。2013已经有这台车了吗？对啊，这么新啊！我从他的车看起来变车还新。嗯？感觉有打蜡，亮亮的，那种亮亮的很帅。你在讲我 ？IS 的，水的液车哈。对啊。你改装了哟。哎，帅。这个现在要去哪里找啊？找不到，搬回去慢慢慢慢找啦。对啊，不要给他拖太久。好，准备。
Lexus IS 300正面威胁 BMW 320。靠，北明是200，好不好？哪里？它应该就会有300了吧？它自动会跳300。放松了一点，就200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、Avia、モバイル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对方。哎，下课。下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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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课。下课休息。好，再次感谢我的李先生。好，谢谢。把那个速度给我们就回去再问一下小车看放哪里。哎，因为我们现在刚好办公室也用好了，看可以就陈列在那边，也可以给人家看也不错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想说你们会留着收藏比较有意义，哦、所以才都捐赠给你们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再次感谢李先生把这个书都送给我们。谢谢。王王这里，去了行业的话，把设备放行业，咱们就直接先就回去了，对吧？就傻了，就傻了。还没有，还没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等一下就先对啊，等一下就去到、哦、去淡水走一走好了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哦，你们请。好好好好好。你要去哪里？要回去了吗？是。很醉啊。不要啊！你现在去淡水，不要塞车。好吧，我带着一个人去加资源了。1000块，3000块没了。对吧？一样1000啊，那没了。喂，可以耶。出货！耶！20块，一个人发200。等一下就是看战利品就对了，比数量吗？还是比什么？我等一下就这一个4颗啊，总共加起来看200块，我夹了大概啊，假设我10颗、20颗这样。他没有娃娃那个，他是临时厂。我说说，我以为临时会，就是临时一两个月快散的那种，是真的临时吃的零食。啊，我们要不要拿推车？我们先不用了，我现在还没夹到东西。哇，好，先开张再说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去逛。我夹看起来会出货的，会不会在我们逛的过程，阿克已经出了好几盒了？有可能啊，他刚20块又出了一个4颗星的。这几颗星？3颗。哎呦！我要想夹下面那一包，我要夹下面那一包，越甩越远。啊，算了。哎，就是早上吃的那个吗？对啊。哇，认真，这几颗3颗哎。啊，超帅！哇，6颗星，我是专攻这台六星达人。快差一点，出来吧。对。啊。我一直浪费钱在这里吗？不然你已经6星嘞。有了啦。哦，帅，好，放进，放进。转不开嘞。所以这个是几分的？3分。比赛就会紧张嘞。不要毁掉了啦。耶。哎，你以前有吃过这个吗？没有啊。我记得以前叫阿罗哈。是吗？嗯。哎，碎哦，差一点。这游戏是可以这样运行的吗？啊！算了，好，放弃。下一台。这3颗星。要捞起来！哎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这也是3颗星。这个比较好讲，可是这个离太远了，不然就想办法把它甩回来。所以我们现在10分了。葡萄干哦，有点难嚼。哎，撞到那一个。哎，完蛋完蛋完蛋了！我在等你们。刚刚这个。哦，这边慢排。
结果我们栽在这个葡萄干上面。没了，走吧，去集合了。哇，带着你的战利品们。他们夹完了，我剩30块，我把它夹完。这感觉很难夹，它是一颗星，我拿夹一点一颗星的来凑分数。进了，对啊，10块就进了，对啊，这么狠。哇哟，买一送一啊，拼分数了啦。有了啦，水啊！有了啦，哇哟！哎，水耶，得分机器耶，是一颗星而已。哦哟，哎，很爽哎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品没了，水。可是这是你的钱了，不算了，没关系啊。10分而已，那我们赢了，那可能真的啦，60块钱赚34个，有一个你是掉两块，不可能吧？那是插下去的，我厉害的地方在这里，你可以一次拔2个，你看回放，哇哟，哎，怎么的？一颗。哦，哎呀，明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颗星呢。没有啦，其他钱都包芒果那边拿的。哦，我只有2罐是我的，所以是8分。这个我是夹的是4、3、3，所以我赢了。那输了干嘛？没干嘛，输了钱给你付好了，花了1000块，继续再夹。哎，你懂不？正八角，出门在外只有剩帕斯。